简单，你个等下关心疫情，先来看到陆军军少将韩武平控制空地二零一五年，使用汉光隐形加菜金两千八百八十块，是将判刑四年六个月。总统蔡英文是今日是同意特赦韩武平甲署官丁玉新两个人的罪行三个是拢无效。 因为含有偏重判刑决定退休后依法都要减半。总统府表示讲，蔡总统考虑两个人的情形真特殊，为了平衡性质，稍微严格对人身自由甲退休权益作关，而且规定拢特色和实行的宣告拢无效。这嘛显示政府重视国军的贡献甲保障军官身外权意。